坐回起码步，再倒，后脚扣，背部，不对，来，你们先看，因为你们跟我反方向了。你们先看哈，你们刚才是练到这个地方回来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好，保持到起码步，倒，到这里的时候，后脚扣，握到胯，这个手继续往那边走，收脚，延伸，这个手贴到腿，往后，这个手往前。拉出去，再变成这样子。Yes, this is not easy. No, it's not like that. No, but no, it's not easy. This is not easy. Yeah.那么倒，转换在这里。你从这边过来以后，这样子以后，马步不要动，走腰下去，肘跟膝合了。这个时候往那边去了以后，带动后脚扣，做到后胯。这时候往那边去，提脚往后延伸。两个手这个力量，走的时候你的身体就转了，就变成这样子了，然后再起来，又变成这样子，继续往前走，再来，看到，来试试。